今天是星球猎社长秋秋，一点四全站直播总结已经整理好了，三连关注秋秋加速。听秋秋讲的同时，记得领着三百星球哦，兑换码放在简介和评论区了。一点四版本从10月11日持续到11月21日，上版新五星净流冰系毁灭角色，高额爆伤主 C， 具有特殊的烧血机制，当释放战绩叠层进入转破状态后，可以消耗队友生命值来提升攻击力。净流同行任务可得100星球奖励，听云、青雀、桑博陪跑，全新限定光追，此生未见。下版新五星托帕仗仗，火星巡猎角色，追加攻击体系的新核心，战绩能提升敌人受到的追加攻击伤害，开启终结技还能提升伤害倍率，暴击伤害可作为副 C 补强现有追加攻击队伍。新四星龟奶粉，火系虚无角色，能给敌方上灼烧 debuff， 造成火属性持续伤害，外加速伤卢卡陪跑，全新限定光追，烦恼着幸福着。同时开放版本三池复刻进程启动，希尔迎来首次复刻。福利活动方面，寻星之力再度来袭，7日签到可得10专票。大活动以太战线卡牌对战类游戏活动中，开拓者可以遇到各种玩家与以太灵，玩家可以通过收集、对决、养成、升级来强化自己的以太灵队伍，来达成活动挑战。活动结束后也会常驻哟，完成活动将获得一次自选四星角色的机会。跟随活动将同时开放位于贝洛伯格的新区域。先问一下大家，环宇蝗灾有没有通关呢？模拟宇宙又有新模式了，新增模拟宇宙无尽位面模式，通关常规位面后可进入疯狂位面多层连续战斗，根据挑战层数获得试炼点数，用以兑换奖励，预计可得500星球。新剧情、新地图，开拓序文未来市场，贝洛伯格召开旭日节庆典的前夕，波帕代表星际和平公司前来考察。此外还有双倍资源活动，一起迎接挑战模拟宇宙和侵蚀隧洞就能获得双倍奖励。系统优化新增方面，1.4 版本中剧情将支持回顾功能，在与任务对话时玩家可以暂停对话回顾剧情文本。最后还有4个最新的联名活动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不要错过哟。看完 1.4 版本的内容汇总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欢迎大家在弹幕评论区留言讨论。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了，制作不易，宝贝们的三连是秋秋坚持下去的动力，谢谢大家。